QQ 音乐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卫洲。听说我的新专辑《The Time》的第一篇章《十五分钟的疯狂》，在大家的支持下，已经突破了白金唱片认证，售出了超过20万张。谢谢大家对我音乐的认可，我将继续努力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